今日咧，我嚟到金包堂食嘢，咁想分享俾大家嘅，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，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我會教大家點樣嚟嘅。十號線嘅福田口岸站搭兩個站去江下嘅，好快咧就嚟到江下站啦。江下站 F 出口出到嚟之後，轉右手邊咧過對面馬路咧，就見到呢座大廈噶啦，兆邦基金融大廈。嚟到兆邦基金融大厦，到嚟咧都见到有个指示牌。我哋上三楼，咁喺你个低区呢个位置，咁有个 lift 旁嘅，咁呢度有三部 lift 啦，咁都可以上到去嘅。一出 lift 咧就嚟到金包堂，喺北京、郑州、深圳咧都有连锁店嘅，咁佢始于1999年，即系有25年历史啦已经吓。咁喺深圳咧就系首间。入到嚟咧，咁呢度都佢擺放咗好多咧，好珍貴嘅食材啊！有鮑魚啦，花膠，咁啊呢啲係燕窩啦，咁咧就仲有哇呢、這個魚翅啊，哇幾豐富睇下，房間嘅名啦，張進酒都好特別嘅。啊這個房間咧就比較大啲。咁可以容納咧12個人嘅，咁如果大家可以家庭聚會啦，或者請客啦，咁都可以喎。而家佢裝修真係唔差呢度，有個地方咧就可以泡茶嘅，咁啊可以招呼朋友啦，食完飯啊傾下偈啊咁。嗱呢一間咧都好別緻一間房，咁佢叫中房，可以容納咧就10個人嘅，咁同樣咯都有個泡茶嘅地方嘅。另外一間雙房啦，咁啊4人啦。咁都好別緻啊，裝修啊！咁佢一路帶我哋入房啦，咁佢一路咧都帶住我哋入房嘅。今日咧我 book 咗2個位，咁佢安排咗呢間房俾我哋嘅。喺房間裏面咧都有一個獨立廁所嘅，咁啊非常之方便。見到佢個座位嘅擺設咧幾靚。我就點咗呢個主菜白頭包599蚊，咁佢呢度咧你嗌一個主菜咧，咁佢有啲配菜咧係免費可以任你點嘅，啊佢都有刺食嘅，咁潮州紅燒刺啦399，仲有其他款式，燕窩都有喎，嗱同樣都係399蚊，花膠都有，咁大家都可以睇下個價錢啦。海参啦，佛跳墙都有啊，仲有雪花牛肉、炖鸡汤，嗌一个主菜咧，所有嘅配菜咧都系免费提供俾你嘅，仲有啲果汁嘅价钱，有其他酒类啦，同埋饮品啊，同埋啲茶嘅价钱啊，呢个系佢个餐单啦，你嗌一个主菜之后咧。藍色部分的配菜咧就免費提供俾你嘅，咁有潮州特色嘅，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有啲咩招牌菜啦，咁而下邊啦呢啲係啲熱菜，咁大家都係睇到啦，咁係任你點任你食嘅，咁佢有啲主食啦，咁有啲甜品嘅，咁啊啲面點啦。呢度都有粤菜食喎，即系比较有特色啲嘅，啲河南嘅北方口味啊！大家系睇到啦，有啲凉菜，咁有啲炖菜嘅，咁都可以无限去选嘅。菜单上边咧，都呢啲咧系需要收费嘅，咁大家都可以睇下个价钱啦，或者想话招呼朋友啊，或者想食翻好少少嘅。咁其實都可以選擇呢啲，啊見到啦，有服務員啦，咁你坐低咧，咁佢啊，哦有個湯，哦餐前湯，哇都 OK 喎，你睇下，哇啲材料先，這個餐前湯啊，真係試下先，這個湯咧都好好飲喎，啊同埋咧佢有嚿肉嘅添啊，唔錯啊，嗱這個白頭包咧，哇你見佢都幾大隻喎，哇這個鮑魚咧好正啊！咁啊，啱啱食咗啖啦，哇！佢都炆得好腍啊，好入味，真系唔错，真系。
咁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喎。呢个鲍鱼真系正到不得了，俾大家睇下，俾口身我切咗一嚿嚿，咁仲好大只啊！咁呢度食咗半只到啦，真系正啊！几多都可以拣呢个鲍鱼餐。黑椒咧，安格斯牛肉啊，咁啊刚才食过咧就非常之好味啊！咁啲牛肉咧就好淋好嫩滑啊，食落去啊，即系唔硬嘅直情。沙律虾球。你看啲蝦都好大隻啊！哇，好新鮮，好大隻，好好味啊！我覺得嗱，呢個咧脆皮大腸喎，哇，睇落好似好辣咁啊！咁但係食落 OK， 因為我都中意食辣嘅，非常之香口啊！嗰個咧就老醋海蜇頭，哇，好爽口啊！這個、呢個咧係鰻魚球啊，即係鰻魚，我都中意食。咁咧佢係煎同埋焗嘅。之后咧就咁摆出嚟咯，你睇个卖相又靓又香口，非常之正啊！啖啖肉啊，呢、这个鳗鱼球啊，鸡肉咧好嫩滑啊，同埋好够味啊，好正啊！咁我中意食啲姜嘅，咁我觉得真系唔差吓。咁呢个沙姜胡须鸡都系值得试下。花鱼啊，咁佢用咧系老菜保蒸噶，哇，摆低都好香啊！肉咧好嫩滑，好新鲜，好好味。佢加上咧就用啲老菜脯一起去蒸啦，咁啊非常之好入味啊，好正啊呢、這个啊！潮州鱼饭，咁其实系鱼嚟嘅，咁咩叫鱼饭呢？因为潮州人咧就食鱼咧就当即系一个饭餐咁样啊，系一个主食啊，哇好好味啊！咁佢上高咧，咁啊有啲好似豆酱咁啊，咁啊口感都非常之好味。个咧就墨鱼饼，好香墨鱼味啊！同埋好脆口啊！嗱，你点咩菜啊？佢都嚟得好快啊！咁啊，服务员啊，即刻会攞入嚟俾你噶。咁呢个服务真系几好。哇！這個、呢个咧金汤咧手板豆腐啊，哇，好正啊！望下啲颜色又靓啦，卖相又靓啦，吓，好好味啊！咁佢里边咧有啲虾仁噶，咁我觉得真系好正。咁呢个都可以试下喎、啊、豆腐，因为我觉得食豆腐有益啦，我自己系中意食嘅，我觉得。咁我哋都嗌咗个青菜嘅，哇喳喳声嘅呢个芋头饭，哇我哋食啦，鸭尾啊加埋啲芋头饭啦，哇你睇下几丰富啲材料，同埋好香，嗌咗个干炒牛河，佢炒得好香啊，同埋咧几多牛肉，咁同埋唔系好肥腻啊，啲服务员真系好好啊，又入嚟斟水俾我哋啦碟啊，咁我 friend 都话呢一餐真系好高质素，真系高质素，系好高质素，我自己都觉得系服务好好，服务好好，呢啲真系我哋亲身嘅体验分享啊，即系一嚟服务又好啊，态度又好，好客气啊，即系佢哋即系觉得自己好似贵宾啊入到嚟，真系觉得吓。甜品咧，我觉得好好味啊，呢啲芋圆啊，好有咬口啊，我觉得吓，佢整得真系唔差。咁食完之后咧。咁有个水果咁样拎过嚟嘅，哇，都好靓啊嘛！嗱，真系好味噶啦，我哋都系冇浪费嘅。咁呢度咧叫几多都得，最紧要咧就系食得晒就得噶啦。分享這個呢个咧，即系中式嘅自助餐啊，高档级啊，直情系吓。咁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咧，咁啊可以揾呢个程小姐，咁佢有手机啦，你可以微信俾佢啦，咁啊可以订位啊。咁我觉得真系可以有时间嚟试下。我哋食完嘢出翻嚟啦，咁个地方咧，我见到咧，佢哋喺度泡紧茶。咁呢个地方如果系譬如啲熟客咧，咁可能食完嘢啊，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啊，咁我哋都可以喎呢度。咁我都好舒服啊个环境啊。今日条片咧，我拍到呢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中意我嘅分享啦。大家可以留言俾 like 嘅，咁我最后都多谢大家收睇嘅。